董总裁，你今仔日一定要老实跟我讲，珊珊是不是就是我的小妹妹宝？借林子健、郭连琴也大麻烦，个人甲英团叫来看魏仙梅进门，我关怀着珊珊的代志，偏偏孙北海嘛在场，唉，我当了解你思念你小妹的心情啦。啊，不过顶间我就甲你讲过啊，我看看无实在你讲的迄个人啊。啊，江夫人，啊，唔知讲。你咧问的这个珊珊是到底什么人？啊，你来一入门，就咧问中年嘞，哈？我有一个失散三十几年的小妹，当初是江总裁甲我保证，伊会好好照顾伊。结果我即马问伊讲，我的小妹伫倒位，伊拢煞甲二二二唔肯甲我讲。佮加上即马魏珊珊伊失踪啊，大家拢认为是甲江总裁有关的。所以我才会怀疑，珊珊就是我的小妹妹宝。你哪会这样妖想？这样妖想哈？你共偷我后生已经无大劲了，连咱的小妹你也要共偷无走，你哪怎么做伤人害理的代志啦？你唔知头唔知尾，莫只乌白做人印下落啦。我真正唔知影吼，你讲的什么魏珊珊啦？我嘛唔知爱讲啥。阿公。你要隔空隔空到什么时阵啊？明明就是魏珊珊带凯宏去军中瑞安呢，看到伊开车甲人弄落去了后，才去救人。家风甲境遇，唔只会当幸运去用救起来，啊！你到今嘛，搁在讲白菜了？我也是糟囡仔，外头过身啊！陈良贤甲陈文瑶，因看袂顺眼，无影无正代志，讲甲真诶呢、欸？我甲你讲，我才拄好。为何你讲的唱魏珊珊迄个所在给救出来？真正是一支嘴好累累呢。你着看因在问我魏珊珊的代志着，乌白插花啊，乱讲话。即马是安怎？你无在阮家放一百火，唔敢话离开心。我甲你讲啦，那唔信哦，你问个饭菜下啦。阮只吼为你讲迄个所在啊，甲人救出来。嗯，到即马是安怎啊？拍个嘛会着钱哦。嗯，我是真正好迄个魏珊珊劫持的啦。啊，孙总裁嘛是啦，伊是因为劫持阮两个人吼，才有法度逃走啦。啊，那认真讲起来，阮嘛算是有救伊啦。你讲珊珊逃走，啊，是走去底啊？伊着赶紧要逃走，哪有可能甲阮讲伊去底啦？爸所做的，甲伊甲我讲的，完全无同款。我眼前的这个人，哪会愈看愈生分啊？你讲的白茶话，拢让人听破。你即摆阁想要安怎计较？哎呀，就算讲哦，你讲的是真的，又安怎啦？珊珊哦，有样看样，何瑞安啊，甲我听破面啊，因一个一个吼，拢戆陪伊。是够大啦！伊想要创啥就创啥，完全无带念我对因的拥有之恩啦。伊即马走倒去，我嘛唔知影。你若想要去找伊，你家去找伊，无人甲恁动啦。哦，你用阮小妹威胁我，逼我去做我无愿意做的代志。我一世人，拢一直唔嘛会当甲伊团圆。结果你耍鬼条外玩，你给我上起来！你有啥物资格甲骂？哪门神救我？你搁是一个人人背水来就加入呢？你你已经伫人的心上藏唔知影几支刀啊！即摆搁伫人的空隙抹盐，你真正想甲恶毒的？明明都无你的代志，你搁爱管？亲像你这种爱出风头的人，若无甲你教示一下，你搁掠准讲，你会当对任何人乌白来哦？你，这就是你做人的方式，甲人利用到一点仔价值拢无，一脚踏开，你敢讲是人？
我真正做贤惠，我是他们相信江德贤的话，相信伊照顾美宝，相信伊给阮姊妹团圆。我更加贤惠是，告诉珊珊，你若真实是美宝，想到我真正跟伊见面的时阵，我无要甲话问我清楚。是我们好好吧，才会失去阮姊妹小人的机会。哎，无啊，这个查某是太老艳了，也是起笑啊！啊，明明无小妹，安内咧嫁到跟你真个同款。好啊啦，莫阁嫁啊啦，阁嫁落去就无成啊啦。孙总裁，请问你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啊，你问伊啊。明明就有那个机会，他救那个魏酸酸啦，我嫁到遐尼可怜，无人去斗三工共款。拄只好伫江道成面头前，安尼假神假搭，哎，就无话讲啊啦。啊，即摆已经出来，拢家己人俩，啊，怎安尼？目屎流，目屎滴安尼。吼，你实在吼，哎，瘾很大啦。嗯。啊！你到底想讲啥？啊？问你家己啊，话吼。讲白吼，阿就歹听啦。你讲啊，啥物叫做我眼很大？啥物叫做我有机会能救珊珊？你甲我讲清楚哦。你家己敢是有一只小狼狗？伊甲魏珊珊嘛真熟啊。你莫只只讲话无理啦！人伊叫做廖凯宏，不是啥物小狼狗。嗯。而且我嘛是因为珊珊才甲伊是三人弄的。最好是啦。等我亲目睭看到你甲小兰有两个人哦，啊，甜甜蜜蜜要去食饭，啊，咪拄着迄个饭菜盒，饭菜盒嘛跟开，敢毋是？你阁毋承认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飞弟哦，你啊倒喺门床顶嘛倒几十年啦，拄醒起来吼，嘛爱找一个阿人啊，补一下身体啦，应该的啦吼。你哎哦，你想要甲我拍？无遐尼简单啦，我手真麻咧啦，对哇？哎呦，哦，你真是甲我拍落去啦，无你是安怎啊？我让你去看安怎？我今仔若烧烧毒水哦，我着规工对你嘴嘴咧，替你教导啊，才袂让你一支臭水哦。你听我白讲污了吧？我无污了你啦，是你讲白菜啦，你家己心内有数啦。我是对台讲白菜。无你敢手抓无？你敢手抓讲？你真是有一个想袂滴个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是哦，倒门窗哦，倒伤久啊啦，倒到读个歹去啦，记忆拢无去啦，今麦才一直讲你家己就是小妹啦。你现在态度遐尔歹啊！你对阮大嫂是毋是啥物误会？误会，误会很大啦！你问伊啊，伊敢手抓无？我正在听你的，你这人根本就是莫名其妙。我是啥物所在去得罪你？你想要一直要找我麻烦？我为着阮小妹代志。已经不知道要怎麼才好，結果你又走來罵我，你到底是想要做什麼？你說吧，你不要這樣說不完，你又輕輕動手而已，拜託了，不要這樣小女人好不好？你是愛我是誰？我是誰？你看，大嫂，大嫂，你肯定真的啦，為了我整半世人都已經烏去了，我当时刚出门买包，然后呢，我叫你痛苦，我还是要从啥？我鬼一时时卡鬼话。少爷，卖讲这款话，你太冷静了啦。大嫂，你听我讲，你敢直接要帮你小妹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？道生若是讲家己掠当去，是要安怎？伊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敢那存你这个姐姐当保护伊啊？看这个卫生棉哦，这个反应哦，看来不是参照你搬戏呢。啊不哦，那有可能从那路的故意要去予车弄呢？哦，所以是真正认为家己一个小妹哦。这相片是啥物时阵翕的？总裁，你唔想甲我反悔？爱对你去用扫落水的时阵开始查，所以这些相片哦，就是伫个你跌落水了后，伫泰国酒店监视器画面翕到。啊，只是讲哦，这有淡薄仔疑问，我开车的时间才摕到。
你的意思是讲，江道成甲仙梅三十年前就熟识啊？我是阮开始。所以讲，江道成甲江开阳两个联手，甲我甲我查某囝做掉，目的就是要让江开阳得到仙梅。我是安尼又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卡叔讲，魏仙梅甲江开阳已经斗阵啊，啊是安怎伊该去做酒家女？啊，不过电脑这个相片，给我看的感觉，因两个拢无成恋。电脑给我感觉魏仙梅是咧讨厌江开阳对卡来出来。这无道理啊！你讲我了亲目睭看到因已经做伙啊，那无？伊哪有可能安尼目睭紧紧看好江开阳安尼灵地？你确定这相片真实？是我跋落水以后才发生？千真万确啊！我阁有一再去确定，而且我阁有去调查魏仙梅的身世背景，伊确实无小妹。啊，不过我想无的是，这代志呢，完全拢无合理性。这件代志，那是有江道成参一卡。就袂用用正常的想法去判断了。总裁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迄个时阵，我看伊徛在江开阳的身躯边，两眼无神，袂输有魂无体。我就是想过无情，才会目睭紧紧看伊的查某囝，甲伊的翁婿，安尼互凌迟，安尼互伤害。一点仔反应都无，安尼唔就危险会向控制，这个可能，害我误会伊哦，这么侪年啦，佮失去我唯一的查某囝，这一切拢是江道成造成的，真正有够夭寿的，总裁，若甲你推论同款哦，真正是士可杀不可辱，你一定要替你家己哦，甲公道讨回来啊，嘛是我。还有我那个妹夫大汉查某囝江道成，你骗我，摕乌钱去给你，替你做遐尼侪罪孽，反倒倒来，搁把我的家庭毁掉，你夺走我的人生，我若无甲你讨倒来，我规气哦，去钓北海，死死的甲鬼活啦！哦哦，上班咯，什么意思？你啥？暗路行伤济，拄到鬼的迄个鬼啊！笑你！又搁拄到一只鬼啊！我知影，你敢是陈忠信的人？江厝的狗无二代啊！陈忠信搁想要创啥啦？想要火烧放水牢啦！总比放工以前较好。孙总裁，你带领就带领，请你原谅我啦，哦。拜托你啦，我甘愿替你做牛做马，请你手洗腰关，了我一命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。把人抓起来。哎，拍个现代人哦！啊，莫个施工，莫施工，别个怕啦，别个怕！哇！啊！当初你敢有对我手下留情？我是一个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人，你安怎对我？我若连本带利，拢给你吐回来！慢啦，孙总裁！啊！传、啊、召！啊